Hello，大家好，又嚟到我 Net Chan 谈赛马嘅时间啦。咁啊，上个礼拜日提供嘅心水咧，都喺上一段片已经回顾咗噶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睇翻上一段片睇一睇嘅。咁啊，今次有四只高速赛马嘅，分别系第四场咧、第五场咧，同埋第八场嘅。如果大家要荧光幕睇得唔清楚嘅话，可以翻上一段片，我都有读个马名出嚟噶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大家知道喺 Netchan 谈赛马一个免费嘅赛马频道啦，每次赛事会提供高出赛肉马同埋两只 Netchan 马蛋俾大家参考一下嘅。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支持呢个免费频道继续营运咧，可以经过 Facebook post 嚟到我呢个 Blogspot，Blogspot 侧边咧都有啲页面广告嘅，就唔使。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揿入去睇一睇，睇到啲资料支持我啲广告客户。咁同樣啦，YouTube video 播之前咧，有時有啲 video 廣告嘅，唔使一定係右下角撳 skip back 啊，或者有個廣告嘅，睇耐啲，睇有冇興趣。如果佢有興趣嘅話，有時左下角有啲連結嘅，撳去睇睇，睇到撳去睇睇，睇到啲資料，支持我啲廣告客户。咁支持我啲廣告客户咧，就等於支持我 Netchan 談財買嘅免費頻道嘅繼續營運。咁啊，聽日第一個場次，第二個場次，將會介紹第四場。咁第四場嘅獨贏及位置投注對象咧，同埋連贏及位置 Q 打咩，都係揀八號嘅木火同力嘅。咁啊，首先哇，今次真係兩隻馬膽加晒荷量，基本上都差唔多係破天荒啊！咁都係嗰句咧，荷量鬥志好又排咗好檔。咁嗱，本身呢只木火同命咧，我唔係咁睇得咁高喎。前嗰場跑谷草千二，跑第二，我覺得唔係特別叻嘅喎。咁樣裡面涉上贏喜勝輸俾喜勝區，跟住贏嗰啲孖寶非凡魅力已經證明咗唔勁㗎啦。喺呢個分數孖寶喎，講緊成日熱嘅喎，跟住輸咗幾次嘅喎，都贏唔到啊！即係唔係話一啲好強嘅對手，咁佢喺裡面慳晒或者擠一段上嚟。但係上仗咧，我又覺得好翻啲喎。雖然輸咗由43個馬位，但係上場對手強。有享有賞，紅富人係跑得好嘅，木火同明咁樣。嗱，呢三隻有賺，賺咗裡面，佢係貼欄係嗰日咧貼欄嗰啲咧正晒嘅即係未轉翻入接號之前貼欄嗰啲，咁佢三隻都係貼晒啦。但係佢三隻有賺，咁佢翻嚟都唔係輸俾有享有賞紅富人咁遠咧，好遠咧。咁我覺得可以又另眼相看咗少少，可能呢只馬跑谷草千二。揾到最佳路程，咁今次檔位都係好。蔡明兆唔係莫雷拉，今次蔡明兆咯。但係前嗰仗蔡明兆跑上嚟都跑第二，雖然嗰場我唔覺得特別有高水準，但係證明人馬冇乜大問題先。咁荷量鬥志好，檔位好，人馬 OK，變數就都有啲嘢，佢亦都係初戴眼罩，想再跟翻前少少。咁啊，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做呢個獨贏嘅位置投注對象，同埋連贏嘅位置 Q 彈嘅。咁啊，送三隻配腳，第一隻將佢揀5號星際精英，其實操練啊、閘啊嗰啲都有晒走勢㗎啦，一啲都唔曳㗎啦只馬。咁即係佢試閘，即係乜都試齊啦田草800跟住重化1000，跑馬仔1000，泥地1200，貨貨雜不試雲口，就跑谷草咁樣，即係事前試，即係試咩場地都試過晒，都係想一出就要有表現嘅馬嚟嘅，睇個勢。咁七檔好跑嘅都有大樹好遮陰，你有啲附錄嘅，有啲附錄啊，有啲木火同明喺度。有唔即係唔會太熱過燙手咯，呢啲馬都可以拖噶啦已經。第二隻馬拖就係9號都有啦，篤啦。咁呢只馬，我話其實谷草一千咧好難稱嘅對手。你上次跑第二嘅谷草一千係咪梗咧？唔知㗎唔好意思，我唔知，即係輸俾雖然係輸俾只奇妙人，但係奇妙人之後有啲問題有一場，但係你話呢場係咪好勁？我都答唔到你，但係證實即係只馬唔係太曳先啦。咁翻嚟千二谷草千二咧，原則上一定好過谷草一千嘅。咁今次配個潘明輝四檔亦都係理想，咁所以都係正路配腳咯。咁啊，仲有一隻10號附錄都係焗揀嘅一隻。咁
谷草千二都鳥翅跑得好俾你睇噶啦，咁佢又係拍世別檔係慘啦。前嗰仗谷草千二十一檔都其實跑得好噶啦，咁啊輸俾只馬公神。咁啊馬公神好似再出再贏啲咩？唔係佢跑完呢場再出嗰場都好似贏，如果冇記錯5.7倍，係啊，因為再出嗰場都係贏，其實水準唔低，但係係有隱憂嘅負六壓，轉倉初出轉去偉達度。配備咧，亦都係大幅改動嚇，咁啊加咗個 P1 上去嚇，啊唔係，即係少少改動，誇張咗，戴咗防曬眼罩上去。咁仲有佢操練咧好特別，我從未見過一個操練表係咁樣。一轉咗位啦之後，試閘、度度、草地快事，全部游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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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快事游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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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閘。游水游水游水，草地快事游水草地快事游水草地快事，唔係落嚟冇落嚟地嘅，即係冇喺全天下跑道操嘅啫嘛，好奇怪喎，貨落草地嘅嘛，咁樣操真係其實係幾特別呢只馬，我覺得個操練模式嚇，同埋即係我覺得係有即係唔係甩咳嘅，偉達佢有偉達嘅考慮啦呢啲嚇，但係。呢、这個操練表真係好少見咁樣樣，但係你話二馬論馬，你實要揀嘅莫雷拉嚇、真王牌咁樣出嚟，咁啊要贏係贏曬嘅，但係你話揾邊只做膽，我話揾咗做膽啦嚇。咁、所以總體嚟講，呢場投注策略將會係攞八號木火同明做獨贏及位置投注對象咧，同埋八號木火同明做連贏及位置 Q 膽，拖五號星際精英。九號旅遊拿督同埋10號嘅符錄嘅，希望大家中意段片咧。如果可以話，可以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可以 like 一 like， 俾個讚咁啊去鼓勵下我。同埋咧，如果覺得呢段片講得好啊，都可以分享俾啲朋友睇睇，去宣傳一個頻道。如果大家對我呢個分析有咩意見咧，都喺下邊留言，大家討論一下嘅。咁去最後，大家知道啦，我而家另一個渠道咧都會發放啲臨場分析嘅。每場賽事15分鐘之前咧，都會講下兒不韻啊、如嘅集善有飛嘛、全靚勢啊、同騎靚態等等嘅。如果大家有興趣收啲信息嘅話，可以嚟到我 Facebook page Nat Chan 談賽馬，緊撳 send message 或者發放信息，或者嚟到我啲置頂 post 留言，咁我會盡快覆一啲關於臨場分析嘅信息俾你睇下，睇你有冇興趣參賽，睇有冇興趣參與嘅。去到最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 Nat Chan， 緊撳 subscribe 或者訂閱，同埋撳鈴鬧鐘，咁有新片咧都可以嚟呢個 notification 嘅通知咧。第一時間知道嘅，多謝你哋支持，下集再見，拜拜。